小琪，你是在创啥哈？你草稿水这么垃圾，别在那佚佗，你回来吃饭。每天在那做面包。妈妈，今天爸爸的工厂是做草莓冰淇淋的呢。啊？你是在说啥？因为今天的空气闻起来是草莓冰淇淋的味啊。哦，你草稿到底是在啥啦？明仔载就爱要去读册啊！你也较乖诶，卖规工做面包。你等下，爱家己乖乖坐伫遐，袂当乌白哭哦。卖个哭，个哭老师已经大汉啦。老师也点名，点着你的名，你也大声喊哟。啊对对对，你好好要讲国语，知无？大家安静，不要再哭了，再哭了给我出去外面罚站！我现在要开始点名了。你要对他多珍惜。